阴茎宛如橄榄球，少年手术缩点。Oh no! Sorry, I'm not hard. I'm a little drunk. It's too big. Have you ever fucked anyone before? Where are they buried? 不是每个男人在床上，不是在医院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。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医师就声称，他们完成了世界上第一起阴茎缩小手术，帮一名青少年解决特别的大麻烦。医师形容少年的阴茎形状像是橄榄球，静止的时候将近18公分长，周长超过25公分。因为血流容易阻塞，它时常会有异常勃起，阴茎不会再变大，但是很坚硬，中断它的生活，无论是在运动场上或是穿裤子都有问题。但是医师没有类似的经验，因此把它当作阴茎弯曲的患者，拿掉部分的组织，从包皮手术的疤痕处切入，从两侧各取走一块组织，让少年的阴茎回到比一般人稍大的状态，也让他的生活恢复正常。据称他手术完毕后对于新宝贝感到非常的兴奋。It's huge. 报道。